OK, welcome to the MC 跟 TV. I'm Glenn。好的，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 MC 跟 TV。我是 Glenn。那么，I will show you four videos. The first is rap. The second is pop music, pop song, and the three is. Come on. Emerald Caridman, Emerald Caridman, Steve Bob's Cinerama. All right, one more time. Steve Bob's Cinerama, Steve Bob's Cinerama. Okay, Emerald Caridman. Okay, come on. The 1, 2, 3, go. Wow. 와우, this is my style. 真的好性感。 哇，真的，哇，
She's my style. Yeah. 她是我喜欢的那种身材，她拥有了我喜欢的那种身材，你知道吗？就是修长修长的，非常的那个，就是虽然不是非常丰满，但是就是很紧致，就是一看就是运动型的那种。但是就是抛开这些外观因素先不说，我觉得先评价音乐的话，这个 pop song 和之前的那个都差不多，我感觉都一样。但是，我说了，之前也说到过，就是旋律上的不同。我觉得还是，如果让我从刚才那段视频和这个视频让我选的话，我选择现在的视频，因为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是要看这个外貌，这个身材，对吧？打扮，对吧？就是更符合什么样的口味，对吧？更符合什么样的审美？我喜欢这种，然后我就会不由自主觉得他的歌更好听一些，好吗？好吧，这是第三段视频，还有最后一段视频。好，我们这段视频就看到这里。等一下，不要忘记最后一段视频啊！好吧，请所有朋友们把最后一段视频也看完，好吧？OK。Yeah.